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iNovel 的频道，我是妹妹。有蛮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视频了，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一直在忙着面试，想要换一个新的工作，所以就一直没有更新视频。然后上个月呢，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而且呢是要离开洛杉矶了。这两份工作之间呢，就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让我准备，就是搬家呀什么的。其实前一段时间没有更新视频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累，因为白天的话呢就经常要各种的面试，然后呢晚上的话呢你还要把白天就是你本身工作应该做的事情要做完嘛，所以晚上就会加班，然后呢睡眠也严重的不足，也没有时间就是自己去做饭呀什么的，天天吃外卖。到了周末的时候呢，也其实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因为你还要继续的去找工作，还有就是去跟你想要 reach out 的人去联系啊什么的，所以其实就是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生活是比较紧张和疲惫的，人也胖了，然后呢精神状况也就是很累，所以呢就想趁着这一段时间呢，就是除了搬家以外可以好好的调理一下。关于换工作的话，我是从一个比较小的律所换到了美国的 Big Law， 而且呢是从洛杉矶要搬到旧金山去，然后我工作的这个领域也稍稍的有一些改变。对找工作这一方面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也想专门的做一期视频，因为这段时间也做了很多的功课嘛，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就欢迎大家把你想问的问题、感兴趣的问题呢，都写在评论和弹幕里面。然后呢，我可以总结一下，下一次再出一期视频跟大家分享。这段时间呢，我也有做一些规划。然后我觉得这段时间最重要的呢，就是调养身体，就是把这个体力给锻炼回来，然后呢，就是也把之前的那个生活的形态给调一调。第一天健身。健身的第二天，好累啊！戴着这个口罩运动真的超级累的。第三天，我今天感觉好多了，跑步的时候跑得快很多，而且没这么累了。坚持吧，希望这个运动挑战结束之后可以看到一些成效。这个健身课就是划船机会划出老茧来，所以妹子们可以把那个手套戴一下。尽量在新的工作开始之前呢，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状态。其次呢，就是准备一些搬家的一些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搬家距离也比较远嘛。虽然律所就是已经就是找到了搬家公司帮我搬，但是呢还是需要自己去打包和进行一些断舍离。哎，我觉得大家肯定又很喜欢看断舍离的内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Act Normal 哦，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断舍离和搬家的内容了。然后大家也知道现在疫情期间嘛，所以很多的那些家具它可能不是在美国做的，那在运输方面呢就会花更多的时间，所以其实我是提早了三四周就开始看那些家具了。跟我一样就是这种在远程租一个公寓其实并没有看到那个公寓的朋友的话呢，我建议你可以去找那一个公寓去要一个那种floor plan， 看看你的那个公寓的那个尺寸大小呀。我的这个公寓还蛮好的，他就给了我一个那种 3D 的那种 floor plan， 它上面是有工具尺的，你就可以呢把那个挪来挪去，然后去量它的那个空间的尺寸，然后呢自己设计一下你自己每一个区域大概要怎么样去摆放。现在需要买的东西呢就是一个床垫、一个沙发，然后到时候还要买一个那种 standing desk 和一个椅子。假如你们在看家具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看它就是大概要多久才能送到，因为之前我就有看到好多的沙发，就是觉得有一些沙发也很不错，就是例如这个 floor 的这个沙发就是非常深得我心，因为它是相当于是一个模块的概念，有点像是拼积木一样，就是你先买一两个小的，那等到假如你以后要搬去一个大的房子的话，那你可能只要加中间的一个沙发就可以了，就是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组合的方式。这就让我感觉就是非常的人性化，你不是说买一个家具只是适合某一个空间，你以后搬到另外一个空间又要把它抛弃重新买。但是呢这个沙发它因为是定制的，所以就要等大概10周左右，那我就
等不了这么久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很有用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去 Instagram 看一下这些公司的官网呢，一般都做得比较好，然后他们的评论呢可能都是经过一些筛选的，就是你有时候会看不到一些非常真实的评价，但是呢假如你去 Instagram 上看看他们最新发的一些 post 下面的一些评论，你就会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生气的客户说啊，我这个沙发都已经等了3个月了还没有到啊，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哦，看了他们的这个物流做得不太好。一些维权的问题我发现就是都是你直接跟他们官网联系不太好，但是直接在那个 Instagram 上，就是在公开的这么一个页面去投诉的话，其实是能非常快的得到一个反馈的。然后我其实还买了一个办公椅，而且呢我是在洛杉矶就已经买好了，我现在就已经在坐了，是这个 Herman Miller 的椅子，其实我已经种草了很久了，但是呢价格也比较贵，而且呢之前也不知道要不要搬家，所以就一直还没有决定要买。然后这一次呢终于下定决心要去买了，我是先去了 Herman Miller 的那个展厅去坐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呢就是你假如在官网上看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型号，你也看不出来它们质感上有什么区别，而且这个椅子嘛还是就是舒适度是最重要的，那我怎么知道坐哪一个舒不舒服呢？觉得还是他们这个经典款的这个 Aaron 是最舒服的，但是呢也价格比较贵嘛，假如是一个全新的椅子的话加上他们的各种配置那要1600，还是黑色的，假如你不想要在家里用一个太办公的椅子，想要这种比较米灰色比较时尚一点的呢，还要再加220。这个椅子还有12年的保修期，你买二手的也有这个保修的，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质量方面真的是不太需要担心。之前有朋友他买的那个椅子呢是配了一个就是枕着脖子这样的一个东西的，然后呢我还以为是他们Herman Miller 自家的一个配件，但是我去展厅问了一下，然后那一个展房的那个工作人员呢就是说其实那个呢是另外一个公司叫做 Atlas 他们制作的，所以其实并不是 Herman Miller 自产的，算是一个 aftermarket 的一个配件，但是呢他们采用的是同样的材料，而且 Herman Miller 也对他们的品质比较满意。假如你买了那个配件且用在了 Herman Miller 的椅子上的话呢，那个12年的保修是不会失效的。就是跟工作人员有这些交流，让我就是也对这个产品更加了解，然后更加有自信吧，这样让我后面去找这些二手椅子的时候呢也就是比较的不会担心自己被别人坑了。我这个椅子呢是在 OfferUp 上看到的，在洛杉矶吧附近就有3-4家这种个人，他可能是从一些公司从一些那些办公楼那里去回收这些凳子的。然后这把椅子呢是2018年的 remaster 的 Aaron， 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买的是型号 B， 然后它基本上是全部东西都配备了，除了有一个叫做 posture fix 是没有的以外，其他都有了，而且还是我喜欢的这个米灰色，价格$750，基本上就是全新的。其次呢就是好不容易有一段非常自由的时间，就会想把平时积累的一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做完，就是之前可能大家看一些时间管理或者是习惯养成的书也会说把事情分成4个象限嘛，重要又不紧急的事情大家可能就会平时就是积累着一直都等着说哎，等我什么时候有空了再去做，我就想把这些事情都做完，自己也是在慢慢的列一个清单，然后呢争取每天都做一点，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等到时候搬家之前就是非常的忙乱了。Great, can I have the confirmation number, please? 083.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Have a good day. Bye. 我刚刚跟 AT&T 网络打完电话，这个电话打了13分钟，所以这个是最麻烦的。其他的那个电还有煤气的话都是可以直接在网上终止这个服务就可以了，那个就2分钟就搞定了。然后他就说我终止了这个服务之后呢有21天把我的那个网络的那个路由器还回去，就是要寄回去。然后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你把它拿到 FedEx 那里去寄的时候一定要留下来证据是你已经还回去了，因为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呢他把 modem 寄回去了，但是AT&T 没收到还是怎么着，然后就在他的那个信用记录那里就留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记录，导致他很多年他的信用分数都很低，然后他也没有发现。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的呢，就是大家在搬家的时候呢应该会把那个自己的那个邮寄地址在 USPS 那里更新一下嘛，然后呢我因为这个搬家搬出了经验，就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有这种诈骗的这种
骗局，就是如果你在谷歌那里搜 USPS forwarding mail 之类的，然后一出来的那些呢全部都是广告来的，然后他们都是一些收费的服务，就是其实呢你假如只是在 USPS 的官网去投递的话，只需要交$1，他就可以帮你投递接下来好像是6个月还是1年的信件。但是如果你用了那些广告里的那些链接呢，他就会收你可能几十块钱，然后其实他做的业务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其次就是最近生活中也是不停的在跟朋友道别，就是可能上一个视频大家也看到了，我本科的室友 Lin 刚刚搬到 LA 没有多久，结果我马上又要搬走了啊，所以就发现就是大家的境遇也都不停的在发生改变。所以如果有时间能好好相处的话呢，就一定要珍惜跟朋友之间相处的时间。终于见到学妹了，学妹是这个今年 UCLA 的 1L， 所以是什么 Class of 2024。 天哪，好年轻啊。你是哪一年？2017。 我们现在在这个 UCLA 附近的 Salt Hill 的 Hide Sushi。 耶。过了星期天，我们今天来这个 Vintage Show， 是在一个花园里面，好漂亮，给大家看一下。Delta variant， 这个，天哪！天哪！哇哦 ！Like that has all those like little decoration on it. No.嗯，可以打开吗 ？Oh my god! It's so bad. This is so cool. It's an Israeli designer who's worked with Issey Miyake and Michael Gertier, and it's silicone blown through lace. It's so. What's the name of the designer?Zuri Geta from Paris. Cool. You want to say hi to the vlog? Hi! How are you? I hope everyone's having an amazing day, enjoying themselves, safe. Oh, so sweet. Thank you.因为这其实也是我就是在开始工作以，哦，地震了。
不是。哇，大家能感觉得到吗？一直在震。啊 ！Oh no！OK，、okay, 好了，停了。